比赛结束，嗱呢一个赛果咧，球迷们就未必收货啊。不过两队领队咧都应该几满意啊，睇个后防真系踢得唔错啊。喂 ，Keyman， 你对今日场波有咩睇法啊？大家都把握唔到机会啊，即系所以咧，其实就虽然都系应该想赢嘅，但系最后打和都冇咩好怨啦。好啦，节目时间够啦，我伍家谦同我嘅拍档 Keyman 咧一齐同大家讲声晚安。